你可以帮我拿这些食物吗？这些是用太小了，形容在吃食物。我们这边，这边去不对。因为喜欢他，就没有相信他，对你太失望。我觉得这样太无理取闹了。我在跟你讲出的东西，电话在里面不可以丢。呀，你默契好，你不是做什么的？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？我没在里面，你不要叫我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这样说他？你不觉得你这样说他很不公平吗？李伟栋，你还没有清醒吗？不要再帮他说话了。为了得到吴和耀，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不在乎，我只知道他做的一切都是光明磊落。因为喜欢他，就盲目相信他，真的对你很失望。